你都不敢讲，我要求执政党负责天经地义。怎么？如果你的疫苗都要不到，你这阁魁来干什么？你做不到你就下台啊！怎么有这么恋战的啊？有种的话直接面对中国啦！面对中国，党你去面对啊！你本来就应该直球面对、啊。中国国民党的主席不敢面对中国。我跟你讲，院长，如果要我面对，我来执政，我这件我来面对啦，我比你较有劲啦，我来讲啦。吴立雄跟吴钊燮，这是高官呢，我们最高层的官员呢，到达美国，他做了什么事？院长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那我们要告诉你。有。那他去干嘛？都到我们有跟美国各种层次的互动，也做各方面对国家各层次的互动，有没有谈到要疫苗？都相关的都，我们透过各种层次有没有各种互动，如果为国家安全、为疫苗。都做各种努力。如果为国家安全、为疫苗，开诚布公出来跟国人报告，顾立雄、吴钊燮跑到美国帮我们要疫苗，敢不敢讲？去催疫苗，敢不敢讲？我们的官员，你敢不敢讲嘛？在各种这个是可以公开的事啊。院长，如果政府去帮忙催疫苗都不敢讲的话，那一定有鬼。不是这样，那一定有问题嘛？这逻辑是不通的。怎么会逻辑不通？你才逻辑不通。因为如果这是政府有做的事情，就拿出来讲，让人民知道我们的官员不输韩国啊！你看韩国的总统在做什么事？在联合国大会，人家也在要疫苗，用尽所有的办法。然后莫德拉疫苗来得比较晚，人家组团去催疫苗。院长，你们的态度连这个位置你都不敢赌，你不要那么爱做官了，真的。主席，你做主席哦，连中国一再阻挡我们，你都不敢讲。你不要说连这个责任都不敢。做最大在野党，连中国一再阻挡我们，你都不敢讲。我要求执政党负责天经地义。我觉得我们一直努力把疫情控制好，让国人能够做好。你作为最大在野党的主席，您知道是中国的阻挠，你能够做什么？你一句话都不敢讲。你做了什么？如果你的疫苗都要不到，你这阁魁来干什么？你作为最大在野党，明知中国阻挠，最大在野党就是要求你要一句话不敢讲。请问买疫苗是谁的责任？你们还敢推给民间企业来买？凭什么民间企业帮政府买疫苗啊？我对民间企业买疫苗还要被你挡，连美国在野党买疫苗也要被你挡。台湾买疫苗是中国负责第二剂，我要求你负责第二剂的覆盖率，我们请民众来评评理。你领导的最大在野党也不敢讲半句话。我领导的最大在野党就是要求你负责，我就是监督你，不然你要怎么样？你做不到你就下台啊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啊，怎么有这么恋战的啊？让人民看看吧，我们的苏院长有多么恋战。1600条人命没有人负责，疫苗要不到也不用负责，施打覆盖率达不到也不用负责。也让全国人民看看这个执政党，一个最大在野党的主席话乱讲，对不对？什么我话乱讲？这里是国会殿堂，你才不要话乱讲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的报告清清楚楚。你今天的报告不是你说什么1600条人命打棒球啦，知道吗？而一件，你们我们所有的国人陪你不敢让我上台报告，陪执政党陪葬，也不敢然后你还有脸在这边跟我们讲说，要求我们在野党要来负责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今天是谁在执政啊？我是描述点出事实。院长，你作为最大在野党的主席，院长，明知中国阻挡，是，我没有讲一句话，我没有用啦。你美国官员都敢讲，你都没有讲的话啦，院长，有种的话直接面对中国啦。你是执政党，我们都一直直接面对中国。你执政党，你去面对啊！你本来就应该直球面对、啊。中国国民党的主席不敢面对中国。我跟你讲，院长，如果要我面对，我来执政，我这件我来面对啦，我比你较有劲啦，我来讲啦。